那很多都是白费的哈。那这里面的话，就 Get Start 这边有没有？你点进去之后，这边有个叫 Learn About Android 哈。那这个地方甚至你可以什么 download 的 SDK，所谓 SDK 就是它一些开发的环境，什么都给你的，你怎么开发，开发的那个基本的说明，还有甚至它影片还教学教给你了，然后还有什么 sample code，就是程式码的范本也通通给你了。现在剩下来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 try，所以有些小朋友呢，他反正时间多，就一直 try，一直 try，一直 try，反正把 sample code 呢看一看，然后再自己把它改一改，改一改之后呢，再把它放上去。哎，发现说啊，就原来这么简单就做到一件事情了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提供给各位一个环境啊，一个环境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我是觉得哈，所有的这个我比较三个那个手机哈，Windows Mobile 虽然说出来很久，可是这部分还是没有 Google 这么大野心。其实 Google 几乎好像什么都给你的，我都不在乎了，通通给你的，随便你怎么用。可是它不会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小。而且越来越大，很奇怪。反正什么都免费的，很多人说，哎，那他赚什么？真的是一个免费经济下的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啊，有没有？越免费赚越多钱，它就是游戏规则完全。